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妹啊，下来赶海了，一下来就发现那边好多的小鸟啊，过去那边看看了。这边一下来就发现了两条皮皮虾，看到没有？就在这里。哎呦，好大一条啊！哇，看这里全是膏，哎呦，看一下这条，哇，这条就没那么多膏。哇哦，这条好漂亮哦，看到没有？满满的都是膏，吃起来爽咯。哎呀呀呀，哎呦，差点被它弹到了。哦，这里有个东西，哇哦，螃蟹。哎呀，螃蟹跟皮皮虾经常是一起的。哇，这里有个东西，哎呀，螃蟹，哇，这里看到一条皮皮虾了，哎，它不会动嘞，但是的话它的膏好肥哦，这个带回去喂鸭子了，新鲜度还是可以的。这里，哇！居然看到一只螃蟹，哇、哦！不是螃蟹，是青蟹才对。哇塞，好大一只，在这里躺着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看到钳子，哎呀，哇，好大！哎呦，它一直拽着那个木块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死死抓住它的救命稻草。看，一直往里面抓，我这样抓它的，一直往里面抓，这个它是不想走了。哎，先生啊，哎呀，就抓住这个东西，我攻击你咯，不是他攻击你。抓着，哎呀，终于放开了，哇，还往里走，还有啊。松开，松，喂，松，哇，你夹自己不疼吗？哎呀，好大一只哦，哇，漂亮，有带绳子过来了，给你绑一绑。小鸟的脚印都在这里，凭着小鸟的脚印找过来了。哇，这里，哦，藏着一只螃蟹。嗯，怎么在那里打水？哇，前面，哼，这皮皮虾。哎呦，哇，躁动了，哎呦，躁得好深了，也要往里面走哦。这边好多的洞啊，不是那些螃蟹洞，哇、哦，这里，看，我的最爱皮皮虾，哇，这只也好肥，哎呦，我怕它弹我。哇、哦，这里有一只螃蟹，哇，长腿蟹，有的地方也叫它，有点像这个帝王蟹。那这钳子好长啊，跟那个扳手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海边一般都不要的，算了，不要了。这是今天的收获，抓了好多东西呀、啊。都是硬货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阿美的视频可以关注，下期见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妹。今天晚上有台风，现在潮水退下去了，我过来赶海，看有没有海货走。
刚不小心一脚踩到这上面来了，这水斜这上面来了，都不怎么敢在这个水坑里面找东西了。现在在外面找一下，没有去在别的地方找了。这是什么？你看木板来的。诶，这里泥土不一样哦，看一下有没有海货。哟，哇塞，有诶，一个兰花蟹，收了，先放桶里，再找一下。什么？木棍来的。哇，又有一个哎！收了收了，个头不错，兰花蟹。不打架哦，哎，还是绑一下吧，一放下去就打架了。哎，绑着绑着绑着，好好相处嘛，打什么架咯？过来这边找一下。哟，这。看到没有？哇塞！哇，一只青蟹，我在这里握得好紧哦。是出来避难的吗？好大只哦，这个头。算了算了，再找一下。哇，这里隐藏了一只家伙哎，看到吗？一只兰花蟹来的，做得不错哦，收了。哟，看到吗？哇，那个大蝎子直接像攻击我，一只兰花蟹收了，再继续找。哟，这里直接露出水面了，这只蟹是出来觅食吗？啊，个头不错，收了收了，很大只哦。台风天气海货就是多。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爆桶了，收获了两只老青蟹，几只兰花蟹。风越来越大了，不敢再找了，回家了。如果喜欢安培的视频，记得关注一下我，下期见，拜拜。